就是一定口罩戴好戴满，但是还是不管怎样，就是一定还是会中标，就是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戴口罩戴最凶的是风鸣。对，我是你只要有人工作人员或是团员，只要有一感冒，我的口罩就是完全不会脱下来，但是永远中的都有，但是我就会中，但我就永远中了都有他。但我觉得最好笑是因为我们五个人太常聚在一起，就我们做什么事，我们基本上是每天见面。真的，我们放假是真的不会想见到彼此的那种，因为平常工作真的，怎么没有工作真的太常见了。我感觉很好笑的事情就是，他们两个最常互相感染，他跟洪导，然后重点是他们两个是最不喜欢电舞的时候戴口罩，然后重点是他们两个一直聊天，然后再一直埋怨对方说都是他传染给他。对，但每次都你睡。但你们两个是，但你们两个还是没有要防范对方的意思。是啊，就是我的声音消失在那边，所以其实我的单曲是有重新录制，对，所以才又有得累一点点。对，其实很多次耶，四五次吧，四五次吧，对，四五次，但是好像他每一次都是真的是他，就他先，他先呢、啊。然后每次都没有我的。其实说真的，易烊是，哎对，整年每一次易烊，易烊免疫。他从头到尾，都没事，都完全没事。也不是说没感冒，就是他们在交互传染的时候都不会传染到我这边。免疫力意思是说我是你最差吗？就是每次最差是他，我是最差嘛。最差这个没有用，我只希望没有用，你也不要比嘛。对，其实这个没有什么好比，只是希望今年你们两个都不要再感冒。对，所以我刚生日愿望再许一个身体健康，身体健康，真的，一定要。实际上目前感冒没好。对，是他 我认错了，没有，我没有传染力，我是没有，他现在是干咳，你知道吗？干咳像是啊，而且已经快好了，对，没有，不是我已经好很久，但是就那干咳一直好不了，应该已经快好一个月作用那种感觉。我是晚上的时候，你们会围围巾睡觉。对，围巾睡觉，超老，就是超老，超老。因为我真的这样觉得，因为我妈会一直跟我讲说你要围围巾睡觉，我说好好好。但其实算蛮有用的，就是隔天起来不会一直尬咳嗽，或者是晚上不会夜咳。对，夜咳很夸张，我真的咳到没办法睡觉，你知道吗？就是要吃那个很强的药才有办法，就是让自己完全不能咳嗽。咳嗽是睡不着的，就是一直咳一直咳，然后不住。现在也是不喝冰水啊，我都喝温水。我已经喝半年了，怎么还不好？我真的都是这样，我连饮料都点热的。夏天都点热了，对，热咖啡就代表你需要一点冰的。会啊，大家都会邀请啊，会邀请。那你觉得他在那个扎里巴奇的表现怎么样？其实我没有很认真看，没有，因为我前阵真的很忙啊。对，我前阵真的全部的表演全部都接在一起。我不要，我有遇到，我有遇到路易，他有把我PO在村村啊，练舞的时候，他把我PO上去啊，练舞的时候遇到的。